是想想，我们粉色双人组又来了。是的，没错。果果，这次给你先选，你选哪一方？我先选的话，那我肯定选僵尸方。这地图只有僵尸才是最厉害的。行，等等我就告诉你谁才是最厉害的。赶紧回家准备准备，先来看一看神秘礼包：辣椒玉米射手、钻石鞋子、豌豆射手和小短剑。不错不错，我家这门口你们可要帮我守护好哦。再来看看还有啥可以购买的，这怎么还有个小男孩啊？哟吼，原来是收集者啊！购买购买，嘿嘿，这下门口有人帮我查实，就不怕会抽啦。果果，你的僵尸大军这么快就攻过来啦？那是，僵尸方不仅速度快，伤害还高呢。得，果果就让你嘚瑟几分钟，赶紧召唤出我的暗影豌豆射手，再来个手持玉米投手，咻咻咻咻咻，嘿嘿。直接就把果果打狗带了。哎，这僵尸头怎么这么铁啊？尝尝我小短剑的厉害，拜拜。可恶的玉米射手居然连我都打，不行不行，本战神果要亲自上马了。来来来来，哈哈，还没出门就被打狗带了吧？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召集新的僵尸大军。妈耶，这么多，不过你这些海盗船长僵尸也太脆弱了吧，还没过来就狗带了一半僵尸了。我的箱子鬼怎么都枯萎了，这可不行，赶紧找我多几只出来。果果你手上的是什么？天，果果你怎么拿出激光枪了？嘿嘿，规矩里可没说不能拿激光枪的哟。小小，你的箱子鬼都被打狗带了，看来你要输了。可恶啊，这口气输可忍，省不可忍了，看我抓时间。不可恶，嘿嘿，小小，你这是近战武器，怎么能跟我的远程武器比呢？哼，果果就让你得意几分钟，看我召唤必杀技玉米加农炮，这波怎么说？小小的加农炮就算难倒我，不存在的，继续召唤小鬼僵尸，正所谓人多力量大，给我冲呀！天天天天，我植物都被消失了啦！哼，这局势看来想中向日葵是来不及了，抓紧时间了解一下。我去，不过你这僵尸繁殖的可真快啊，我家门口都快塞满了。不是快，是已经塞满了。小小，这下你知道僵尸是最厉害了吧？我才不信，看我啊，哒哒哒哒。哈哈，不过你现在知道植物也不是吃素的了吧？翻盘成功，这次赶紧召唤些向日葵，再把我的植物大军召唤出来，不然肯定输了。翻盘，小小你是不可能翻盘的，最后一波僵尸来袭，嘿嘿，看来这把我妥妥的要赢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，怎么是小小赢了？一看就知道你开局没好好看规则。你听好了，规定是谁消灭的敌人多谁就赢，哈哈。